差点 JP 不要怕，学姐，不要怕，不要怕。全部交给你。开了啦，我要坏掉了，那个前一幕坏掉了，我要找时间去换一个。林一辉，哎、欸，他好像刚开始来录而已，重来一次好，今天林一组合，厉害厉害。林一辉，对，今天就是林一组合，希望不要有林一之间，今天希望不要有林一，又不是去太极，耶、yeah, ，是云云，耶，我们今天有妹子了，尖叫组的，现在看一下还没尖叫的样子，还没尖叫的样子。哎、欸，阿斌，哎、欸。耶、yeah. ，Hello， 今天那个鬼斧神工改绿宝石啊？对啊，今天有、欸、是不能讲 B，、oh, B B B 机，流量密码，流量密码，流量密码，现在先看一下流量密码，还是那个户外之花，还没有尖叫的时候，等一下要看尖叫的时候，耶，不恐怖，户外之花，这个是我们的学姐，有学姐，旧流量密码，新流量密码，旧流量密码，啊，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绿宝石的元老哦，耶耶耶耶，哎，郑博。就是那个我们负责骗妹子一日演习系列的一日演习系列怎么那么好出发了哦，经过一段丛林穿越啊，有点后悔穿无袖的出来，哎，我五四念一下哦，招募士，招募士，我怎么武士？不是武士了，招募士。有这么难吗？啊、小心一点呢，我怕你滑下来。目前为止，难度觉得还可以吗？可以，非常可以。脚，这个脚够长 ，OK 啦。力勇可能就。哦刚刚那个力勇，我们的旧流量密码抱怨说，我以前教没那么用心。哎，不是好不好？我要解释一下，是因为，那时候我们认识的时候你都已经会了。等下就马上要去大的铺了，最后菜的时间。我这样漂亮吗？有漂亮。有啊，回去修一下就可以了。我回去会给他。旧流量密码，拜拜。现在下去柏林应该相机也没拿好，吓我有点怕。但是这边连溪谷都要晒相机就对了。晒相机。哎，我真的很早啊，我现在开玩笑。三三要下去了，这第一次溪降吗？有哭过吗？我看他应该还好。有哭过没怕过？很高哎，但是我脚在抖啦。好，接下来的问题只是。放的速度跟脚移动的速度，看能不能搭配起来。搭配不起来，只是很丑不帅。嘿，没关系，安全就好。遇到状况就大声呼救，叫汪汪队。我们会从上面把你放下去。哎，你就有状况就大喊尖叫，我就放你了。OK？ 啊，如果你突然放手，底下的你的左手放你的腰后面，对，放在后面。哎，好。OK， 可以，很好。棒！
OK。尖叫组，没有吧？有啦有啦有啦！好漂亮，有效果有效果。你刚刚前面拍的表情都是这样吧？哈哈哈哈哈！我要努力保持微笑，应该有吧？那我的成绩大家都知道了。他刚刚一直在录，然后我表情就这样。而且在玻璃跟大家说拍照，然后我立马，我没拍照，我一对对对，看到他的，女儿不是女儿不是，女儿不是女儿不是。没有四角洞。等等就开玩笑就好了。走走水就好了。哎呦，海天宝石掉了！哇，这么快！午餐时间了，要吃一个吗？没有没有，我有带，我有带饭团。没有要吃你韩国面包。太硬了，咬不动。好，现在那是嘎哥就去工作了。韩国面包最后一个给你吃啦，你可以这样拿着吃，你这样就不怕有那个了。没有，你要是喂我吃的话，可能会有人会生气，又不好解释了。对，不好解释，不行不行。拜拜。好，大哥，我们走了。拜拜，拜拜。下面见，下面见。不用拍吗？有这么冷吗？可是在风底下穿水裙太累了呢。潜水穿百六度穿百褶裙，潜水不是更冷？没有，不一样。潜水有比较冷吗？潜水可以穿比基尼，这不行。对，都会冷。打双鱼。你是刺客教条啊？啊？什么？你现在那个刺客教条就戴那个斗篷。真的？很冷。哎，这样不要在那边尿尿，会不会看到？哦。他今天尿尿，看到了。蛮 OK 的哎，第一次西降这样子。没有啊，右边一点。啊。
认真哦。我靠！可以，真棒，真棒，真棒！深潭，我等一下游过去，把你深潭。卡已满，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把它格式化掉了。我们那个鬼斧神工重新开始。Yeah. 今天鬼斧神工呢，就是我们网友见面会。网友见面会。为了吃火锅。然后重点是等一下要吃火锅啦。哎呀，啊，前面的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什么龙卷风啊、漩涡之类的。